家好。虽然上次救援频道计划我们救援的苍苍结果是令人难过的，但我想我们至少也好好的送完他走最后一程，到达台中店了。在送完苍苍以后呢，我们又有人力空间跟时间去帮助下一个孩子。说也巧，送完苍苍的隔天早上，我们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老外的求救文。当天正好我和中途的爱妈跟另外一个志工都有空，再加上狗狗所处的地点离我们不远，于是我们就马上行动了。今天有在网络上看见有一只很可怜的母袋子，骨瘦如柴，被个铁链链着，然后下面小狗在吸奶。那现在我们就开车要前往新竹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帮助这一对母袋子。那我们等一下计划大概会是怎么样？最好是能碰到饲主主人，然后先跟他聊，就是网络上有人通报了，那我们是来关心、来关切，那个狗已经瘦成这样，是想养呢，还是不想养呢？不想养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帮忙他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想来救援这对母子。那如果他想养，我会劝他环境怎么改善，但是他如果执意就是不改善，那我就直接通知动保处找稽查员一起来。他不改善是可以合法没入这个母袋子，没结扎就是犯法，没有干净的水碗，然后链子也很短，这都已经构成了所有违法的事件。对，如果他愿意说啊，那我就不养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合法救援走，就直接请他放手给我们。但是如果他不肯，那我们就只能走动保法。好，找动保处。路有点难找 ，Google Map 就是不是很准，所以这边绕来绕去，天都快黑了。有看到狗了，好可爱！哎呀，那边还有一堆 ，Oh my god， 一堆小狗跑出来了，觉得哦，也变好了好多，天哪！它有遮蔽物啊，一个车棚。小狗狗，小狗狗。很轻柔，很轻柔，啪啪啪啪。它养在鸽子笼旁边。这台车的车钥匙。这里面都是虫。不好意思打扰嘞。嘿，狗爸爸是他吗？他是狗爸爸。是啊，那个别家的。哦，那是白色的母狗啦，它大概几岁啊？十几岁啦。它有十几岁了。它是十几岁啦，十几年没生，这次跟我生九次死掉啊。那个，你等一下，你出去外面，我跟你讲，它的耳朵。现在是妈妈的那一个。它就睡在这个鸽子笼旁边。他现在去吃什么咖喱？哇，那个水不要热了。下面的去那个海边抓回来养，养一养，养到最后几年没生这次，他反而要跳这边来又生了。这些小狗，这些狗你应该不想要吧？小狗本来就不要了，你抓去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母狗也可以。对啊，母狗可以。我还是要你而已啊。黑狗有结扎了吧？他说他有结扎，那只是公的。我觉得他年轻的啊，他没有十几岁了，而且他亲人呢。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他眼睛真的没有十几岁，眼睛他没有了，他一看就没有十几岁。牙齿姐姐看，啊，怎么没有？对啊，没有，他没有十几岁了。那他不要，我们就把他顺利带走了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帮你送养了。拿去啊。好好顺利哦，把小狗捞到了。那我们现在现场手写一个切结书，就是这个饲主放弃养他们，然后让我们带走，给他们签名一下，这样后来比较不会有纠纷。这两条狗乖啊，你的。这个母狗不乖吗？那只比
会咬人，但是你不会它吃，它会咬你啊，你不能去跟它抢。哦，不能跟它抢。它有点瘦哎，它平常都吃什么啊？大哥，给你签个名吧，我们帮你负责照顾好他们。狗狗放手给予我们接手送养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哥，恭喜你恭喜你。这个比赛在这里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容易的就愿意放手。这个夏天终于要毒热啊。先帮他点一下脑洞。那我们带走了，带走没关系。还有小孩在哭。哦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哦，得救了，得救了，没事没事。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我每次救了母狗都很顺利。哦，真的很顺利耶，而且他们也没有不让我们拍什么的，直接阿莎莉说，对啊，走吧，直接叫我们带走。太好了 ，OK 了，超幸运的，太好了，你得救了，你的噩梦结束了。对，真的，你跟你的孩子都得救了，太好了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说他十几岁。可能是因为中间那个儿子有换狗，他都不晓得。对，有可能没有在进行的大便。真的、哦、现在吗？天哪，为什么现在大便呢？哎、欸、是一颗的可以捡起来那种。我刚才车上一直不停地爬来爬去，还大便，把它放到运输笼去。嗨，小朋友们，你妈妈要来了。我先拿下来吧，拿下来不用，直接抱了进去就好了。来，来这里，有够轻的啦。哼，跟小孩关在一起，这样子他反而比较能休息，安静休息。乖哦，待会见。超瘦的，他叫新月，因为他是从新竹救援来的，皎洁明月啊。宋恩，这个是木恩，这个是严恩，这个是。天恩祖恩，这是之前网友要给昌昌的营养液和牛奶，昌昌还来不及用到，那这是刚好给营养不良的新月和他的孩子使用。谢谢网友们的爱心，非常感谢。跟得很好，很棒，真棒，走走啦，走啦！一直看着便当不肯走，这不跟你没关系啊！走啦，走啦，看医生了，看医生了，走啦，走走走，走啦，走啦，走，我们去看医生，检查喽。他是蛮稳的，对，他小朋友都胖胖的。就是都把养分都给小朋友了。对啊，他自己瘦成这样，但是他小朋友都胖胖的。他牙齿很干净，是蛮干净的。对，所以原则上的话，应该算是青年，就是七岁以下吧。对，七岁以下的部分。鞭虫啊，爱丽丝体、心丝虫、莱姆病都是没有验到的。哇，他竟然是阴性哎。那血检看起来是都还不错，就是等那个血液寄生虫的 PCR， 那个大概等个15天，一个礼拜应该会出得来。Okay， 好好。
接着，新月与他的孩子们之后会陆续到店里等家。回想过去中途的经验里，常听到不当饲养的主人说，小狗是孩子带回来的，不是自己要养的。我想，狗狗太容易取得，因此被不当对待，真的是一个大问题。虽然时常感到灰心又无奈，但此时看到一节经文告诉我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加入会员支持我们的工作，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收成。